这位妇女是当时典型的汉族妇女形象，从容貌上看好似五十多岁，实际上也只有三十岁左右。不论男女，当时四十五岁就相当于现在七十五岁的模样。过去常说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，他们的裹脚布长是无可厚非的，但要一致认为都臭则并非如此。爱干净的小脚老太太裹脚布常洗常换，并不会太臭，而那些不爱干净的老太太的裹脚布的味道肯定会很冲。这就像过去常说的男人后背的长辫子又臭又脏，但对于干净的人，他们的长辫子四五天打理一次则又亮又干净。